在2500年前，有一位一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他就是汪氏师表孔子。完美主义者、改革者都是一号的代名词。读书时期的一号是一个标准的模范生，准时上学和教功课，循规蹈矩，什么班长、风纪、领袖生都一定是他们，四个字，品学兼优。到了社会工作，一号从不偷懒，有责任感，执行力强，而且重视道德公益，想利用他们参与不道德交易和走灰色地带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由于一号为人认真，不喜欢开玩笑，难免被人感觉过分刻板，墨守成规。他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要求同样的高，喜欢鸡蛋里挑骨头。如果你的妈妈是一号，有可能你的牙刷放歪了一点，她也会叫你放正。他们开口闭口都是道理，就像法官一样。如果事情的发展达不到一号内心的标准，他们就会做出批判，甚至强逼他人遵守。一号的面部表情少，笑容不多，一副严肃和正经的样子，就像是训导主任。他们说话直接，语速偏慢，口头禅是应该、不应该、对、错、是、不是等二分的字眼。以上只是典型一号的特质，请勿对号入座。